请来到英雄联盟。刀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。先撇你个雷。血断呢？法力流息袋转了一腾，再去转一个去啊！再转个法力流息袋。对，你就让我转啊，让我白嫖。我们上来，援军出击，50点蓝啊！上来加了50点蓝。一个炸弹60点蓝，这就叫伏笔啊，有可能就差那50点蓝，我们就把那落手给杀了，伏笔了。对面必须的，必须的。你干啥呢？没合理。你干啥呢？谢谢你帮我炸小兵。再见。这是干什么呀？这是这么疯狂吗？洛克萨斯之手，走位，撇地雷，平 A， 平 A。上来就疾跑，你说你连个减速都没有，你跑个屁呀！撇地雷，疯狂了！平 A， 平 A， 兜炸！必须的，平 A， 平 A， 平 A， 撇地雷。再撇地雷，黄侄儿可能要来啊，小心点。撇地雷，平 A， 平 A 减速，撇地雷，减速，平 A， 平 A。啊、哦！我的炮子，撇地雷，平 A， 减速，平 A 兜，致命点燃，兜，减速，平 A， 平 A 闪现，平 A， 哎呀，没好杀，差一内内，我咋死的呀？喂，我他有毒影，我求 name 好毒有毒，法可有啊？喂，喂，我那老些血呢？刚才呀，怎么回事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哎呀！小兵打了我8滴血，好像可恶，可恶的小兵，是他还点赞，那他肯定得干他呀，他点赞，点赞能好使吗？给我减速，我不用你搁那出魔抗着啊，兜兜耶，没炸到，是减速，撇地雷，撇地雷，平 A，
减速平 A 撇地雷，擦个眼儿。减速撇地雷，再撇地雷，加速哟，撇地雷，哦，给我换了，换换吧。这他不合适，那兵线往这边推不合适。然后我们的法强也上去了啊，但是他应该是水银孩了，据我的推断。减速撇地雷，平 A 减速，再平 A， 再平 A， 撇地雷，哎呀，平 A， 平 A， 减速撇地雷，减速平 A。等一会儿技能啊，别急。啊，致命减盐，减速，走位到我的人头。我的跑车，我靠！老头别的都行，这是补兵太费劲了。这个弹道啊，可太恶心人了，攻击力又低。865仪式的章节，哎，减速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平 A， 平 A， 你等我回家张杰的啊！你等一会儿，我一会儿再过来治你，你别着急，小伙子。给你来点经验，给我升到6。他调戏我呢，哼！我一会儿我调戏他，你等着呢。我减速平 A 撇地雷，再撇地雷平 A 减速。啊？啊？啊啊啊！减速撇地雷平雷闪现，哇，哎呀，什么玩意儿又给烫死了。这件事情足以证明什么？药瓶的重要性。但是我们没钱买，还是算了。给我杀，漂亮，走一下塔给我。这波亏了点小兵，不过这没办法，人家皇子过来了，我要能没死就好了。我没带凯旋，下回老头带凯旋。Shut down. 嗯。
平 A 减速。哎呀，减速。哎，撇地雷。我的小兵啊。谁吹八扣了？减速撇地雷，平 A， 平 A 减速，平 A， 平 A， 扣一下，把我的扣一下，士兵减员减速，哇，人肉炸弹。小子很有可能从我们屁股后边过来啊，别让小兵卡位了，站在这个位置。撇地雷，平 A， 平 A， 减速，平 A， 撇地雷。撇地雷。减速。撇地雷，再减速，好的，刚刚好。洛克萨斯之手。加速，好一扣，再见。打个眼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哎呀，这都没炸着。我怕黄子来，你知道吧？平雷减速，撇地雷，我打死他！我到了，杀！已经就位。哎，大招没套上，真傻的。哎呀，瞬间移动有点快，我没反应过来。哎呀，我没反应过来，我忘了他有闪现了。不过我把中路一塔拿了，这人马怎么好像有点半身不遂呢？加把劲！我决定拿个红 buff。
Hello， 减速！哎呦呦呦呦呦呦！哎呀哎呀哎呀！你干啥呢？哎呦我操！小伙子，性情刚猛啊！这都敢追？给了我们两层美甲窃魂券，亏了，为什么亏了呢？不亏不赚吧。亏兵线了，其实十六分钟有没有兵线已经无所谓了。把他上路塔拔了，这是我们老头的尊严。把他防御塔给他拔了。哎呀，我肚子。哎呀，我肚子！哎呀，已经就位，怎么一阵一阵的呢？一会儿放个视频吧，我去上个厕所。来滑板鞋，我那什么，我那个，我保着你点儿。得错了，不好意思。泰坦屁股后老大的，能不能动一动？干哈呢这？抽一下，抽一下，好一抽！加速滑板鞋，你被强化了，炸弹！加速，往前冲！踩踩踩踩踩！干嘛呀？加速！关系，哎，给大招，打死我！对了，滑板鞋加速 ，Q 减速，滑板鞋还没死呢，漂亮滑板鞋。挺猛啊，滑板鞋！撇地雷，撇地雷，一人一个雷，谁也别多，谁也别少啊！他没敢指。哎呦我！加速！给大！跑什么呢？你有什么好害怕的？我不建议死五个头吗？玩这个骗鱼玩真有你的，蓝莲汉！你都知道是建议了，你还说我骗？我骗你啥了？我骗你啥了？我是建议，你
你自己都说是建议了，我建议你去吃屎，那你能吃吗？这只是建议嘛。能吃啊。那这么的兄弟，你多少鱼丸我们看一下，15个，现在左边18.3万，你要开个直播你吃屎，我把你18.3万我给你乘以10倍，我还给你，我上哪我就给你买去，我都还给你，你只要能开个直播吃屎